请掀开经本第十八页第一行，十八页第一行，复有佛世界微尘数身众生，所谓花季庄严身众生，昨天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接着看第二尊，光照十方身众生。这个名号的功德，昨天跟诸位介绍神的别名，而身众生这个是通名，此地这一类都叫做身众生。大意跟诸位说过了，清凉大师他在此地有一个解释，如果就神所主的所主之事的，他说这一类的神众专以变化多身为佛事故，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变化多身，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譬如前面跟诸位讲过，我们走进念佛堂念佛堂逐渐逐渐要达到我们想象当中的水平24小时不中断，一定要自己真正的奋发勇猛精进，不需要靠别人督促，这样才好大家在一起共修，一众靠众凡是净念佛堂的人都是来做佛的这不是做别的事情，是来做佛的。为什么说他到这儿来做佛呢？观经上讲得好，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我到念佛堂来念佛就是做佛的，本来是佛，现在有做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所以我们心目之中对踏进念佛堂每一位同修都要看作诸佛如来这样久久我们自然就入佛的境界了所以这是我们以人身在变成佛身在变化身同时在念佛堂当中昨天跟诸位提示的除自己念佛之外这个念佛要给所有念佛的同修做榜样
做模范了。这就是做事做饭啊，还要兼顾大众啊，护持大众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又兼金刚神的任务，也兼身众神的任务啊，你看这个多圆满啊。所以我们进入这个念佛堂，如果对于教义不明白，观念转不过来，功德就不殊胜了，念佛了也容易懈怠啊，深明教义，离世圆融啊，真正可以做到勇猛精进啊，真正可以做到如佛经教相应啊，这个念一堂一堂无量功德，念一天一天无量功德啊，念一个月功德就更不可思议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第二尊身中神的德号光照十方，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皆是光照十方啊！光表智慧，表慈悲也。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前展卷之初，就看到佛放光啊，十种光明，大圆满光明云，这一就是总说啊。啊，下面跟我们讲般若光明云。都是加了一个大字啊，大般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乃至最后大皈依光明云，这些别号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琐碎的事情啊。无不是光照十方啊，这个光怎么照出去的呢？从你的信心里面变十方法界，从你的愿心里面变十方法界，念念都是为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做好样子啊！这个心真实，这个心清净，这个心里面没有分别执着啊，没有分别执着，就是无碍光啊。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十二光啊，啊，这是光照十方的大义
我们要学，就是要学有大心大愿。本经佛说过了，他的当机者大心凡夫。那个大心怎么个说法呢？起心动念都尽虚空法界，这个心就大了。信心是这样的，念心也是这样的。那么神中神随着一切众生的心愿，如观音菩萨一样，随类化身，随机说法。神中神是很会变化的。第三位还应调伏神中神，还是比喻，比喻深广无际，因是法音。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讲经说法，弘法利生。讲经说法，诸位要记住，不一定啊是在讲堂，不一定啊是在讲台。讲堂里面，讲台上面，只是无量形式里面的一种。一定要懂得注重在随机说法，一切时一切处，我们接触任何一个人，常存此心，帮助他认识佛法，帮助他认识大乘，帮助他接触净土，长存此心啊，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到人家商店里去买一点东西，也不忘记把佛法介绍给他了。我们这边印的书刊小册子很多啊，摆在外面借阅的。诸位说，我过去拿的已经有了，你有了，不行啊，你还要多拿一些，常常介绍给别人啊，这才行啊。我自己学佛了，我一家学佛了，广大社会大众没学佛，共业就转不过来。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大心啊没养成习惯，一提起来大心就乏了，出了讲堂呢心又变小了。如何能说保持初心呢？永远保持大心，时时刻刻都想到一切众生。我们接触就要把这个讯息介绍给他。那么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我们要把此地讲经的讯息转达给他了，把这个地方的念佛堂
念佛的状况啊，也要转达给他。那么他来不来听经，来不来念佛，与我们无关的。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了，不必劝他来听经，不必劝他来念佛，只是把消息转达给他。我们的责任呢，就尽到了。转达给他了，看到讲经的时候他没来，念佛的时候他也没来，下一次碰到再告诉他一次，他还没来，我下一次遇到再告诉他一次，只要他没有来十次二十次，都不嫌烦了，次数多了，我们去看一下吧，他就会来一次了。这是大心的落实啊！如果是外地区到我们新加坡来的，这个我们常常遇到啊，观光旅游的。在新加坡很多啊，听听，他讲的是中国话，我们听得懂，看看呢，这些是中国人，就问问你们从哪里来的啊？有从中国来的，有从台湾来的，有从其他国家地区来的。我们把网络的网址介绍给他。大概在国外呀，现在每一家都有电脑啊。在美国，现在小学生已经用电脑上课了。他们这个小学里面的一些作业，全部都用电脑。很少啊，看到有手写的。那中学大学就更不必说了，我们把网址介绍给他，这个海音光照十方，那么这个网址我们最近印了10000张印像小卡片名片一样，将来都放在这个外面，欢迎你们同修每个人多拿几张装在身上啊，好去做光照十方啊，海印调伏，你要落实才行吧。调伏两个字的词地，我们可以省略了，前面说过，一样的是调心呐，降伏烦恼习气，一定要靠。发言光照偏重在形象上海音偏重在言说上合起来正是为人演说言是表演说是说法了。第四尊净化言结深众生，净是清净，怎样才做清净？断一切物，不着断物的相，这个断物清净；行一切善，不着行善的相，行善清净。换句话说，业有分别执着就不清净了。
花是表菩萨心啊，四摄六度都要懂得三轮体空啊，这个三轮体空啊，要用《金刚经》上的经文来说，诸位印象会更深，也容易体会啊。无论修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都必须与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相应，这就是精华，真实的庄严呐！啊，庄严三身呐，庄严法身，庄严报身，庄严应化身。啊，因为三身就是一身，啊，一劫是三，三劫是一。那么我们学习在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在与一切大众应酬里面，这个行法通通可以落实啊！你要是懂得了无有一法，不是菩萨法；无有一行呢，不是菩萨行啊。我们威仪端庄啊，容色温和，与大众接触，给诸位说，这是布施啊！啊，使一切大众看到这个样子，生欢喜心啊，那怎么不是布施呢？布施欢喜啊，生可爱心，生可畏心。又喜欢又害怕，这痛是布施啊。生羡慕心，他要向你学习，这就成就功德福德了。无论是举止，无论是言谈，无论是工作，都有程序，有次第，有条不紊，这是持戒波罗蜜啊！啊，持戒就是守法、守规矩啊，一切时、一切处，有人见到我要守规矩。没有人见到也守规矩啊，把守规矩养成一个习惯啊，我们学佛的人都懂啊。没有人见到的地方，有鬼神见到啊，怎么可以说没有人见到啊就可以随便一点，可以放逸一点？不可以啊，谚语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天地神明无时无刻不在监察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所以儒家讲慎独啊，都是独自，没有别人见到，也要小心谨慎。如同什么所施，施手所指一样啊，成就我们自己的德行。
那么这叫持戒。于般若相应啊，与无我相、无人相、无四相相应，那就是净清净啊，这是清净持戒般若蜜啊。忍辱是耐心，能忍；难心能行，难忍能忍。啊，那么现在念佛堂里面的同学，年轻人要忍呐，年老的念佛人可畏呀。他们日夜念佛不疲倦呐、啊，这年轻人念上几个钟点就疲倦就受不了了，那怎么行呢？啊，看到这些年老的同学啊，应当一生惭愧心啊，要忍耐啊。实在讲，这个前面几天呢，啊，忍耐过去就好了，啊，就很正常啊。前面这个几天是个关口啊，因为过去啊，无世界以来懈怠成了习惯，现在叫你一下收念了，好像非常难过，非常难受，这个现象是正常的现象。每一个人初学都要经过这个关口，所以不要畏惧，不要害怕，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啊，要有耐心，你就能够突破了。突破之后啊，那就是精进般若蜜啊，真正做到勇猛精进啊。这个讲堂跟念佛堂相结合啊，这样的道场戒心相应，实在是稀有难逢啊！我们在一生当中能遇到几次？居住在这个地区，要知道珍惜，天天都不空过，你是这个世间第一等大福报的人，还有哪个福报能跟你相比啊？你这一生决定成佛啊，不但是决定往生成佛，而且你的品位决定高超啊！啊，为什么我们能这样肯定呢？缘殊胜啊，这个事情是善导大师讲的吧，总在遇缘不同，此地的缘稀有殊胜啊。住在这个地区，要是没有这个空闲的话啊，难得到这个地方来共修啊，那是自己把这个殊胜因缘放弃了啊，很可惜啊。外地的同修这住得远啊，其他国家地区，我们欢迎你每年能到这个地方来住一段时间啊，希望你常常来，有假期就来念佛，就来言教啊！不要把大好的光阴空过了啊，空过非常可惜。
啊，世界许许多多年轻人，年富力强的时候，把学习的这个机缘收获了，啊，将他宝贵的时间呢，拿去观光旅游，啊，实在可惜啊。那他听到我这个讲法，啊，我们天天在研究教，在钻故址，天天在念佛堂念阿弥陀佛。他看到我们这个年轻人傻了，呆了，不知道去玩呢，那到底是谁傻呢？这很难讲。我在年轻的时候，啊，那个二三十岁，那正是一般喜欢玩的时候啊。啊，我从来没有去玩过。啊，知道光阴宝贵，知道求学重要。啊，我自己富很多，必须要工作才能够养自己。啊，现在你们的福报，哎呀，比大梵天王都大。你们进念佛堂一分钱不要带，你看这个地方四世供养，这还得了啊！啊，我在年轻要自己养自己，没有人养我。啊，所以要去工作啊！啊，工作完了之后，剩下的时间读书啊！啊，除了读书，就亲近善知识，啊，去求教啊！啊，善知识怎么认识呢？哎，先认识一个。一个就介绍两个，两个就介绍三个，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啊，我那个时候在台北认识十几位名教授啊。啊，我虽然没有上学，我亲近的是一流的名教授，利用我空余的时间，我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请教啊，成就自己的学问。我这个学问不是从学校得来的，学校读书也要有福报，我连生活都照顾不了了，哪有钱去念书啊？谁供给我们念书啊？我过的是这个日子啊！我的同事朋友都笑我啊，那个时候叫我的书呆子啊，天天只晓得钻在书里头啊。我在台北市住那么多年，我常去的地方两个地方，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书店的老板都认识我。其他的场合啊，没有我的踪迹啊，我那些长官同事啊，都在旁边议论啊，书呆子啊，不知道享受，不懂得享受啊。也有朋友来告诉我，哎，我听了笑笑，我说我不是不懂得享受啊。我懂得，那懂得你为什么不去玩呢？我把玩的时间呢调换一下，你们现在年轻力壮就去玩了，我打算到晚年玩。哎，现在年轻，我要用功发奋，
到晚年的时候，我到处去玩，我的话兑现了啊。所以他们退休之后很苦恼啊，看到我在世界上今天飞到这里，明天飞到那里，到处去玩，哎呀，非常羡慕啊。啊，再点头，哎，你的路走对了。我那个时候走，你们在旁边笑话吗？啊，你现在才知道我的路走对了，迟了啊！你学我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精进要把握年轻力壮这个好时候啊！啊，到自己学业道业有成就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刻意去观光旅游啊，都是接受别人邀请去弘法啊。那么弘法讲经一天有一定的时间啊，多半都是在晚上啊，那白天没有事了，他们就带我去玩了。我玩的地方可多了，住在当地的人，他当地很多地方没去过，我都去过。啊，我在香港，香港拐拐角角的地方我都去玩过，当地人没去过。啊，所以这个是智慧，啊，智慧的安排。晓得我在哪一种年龄应该要做哪一种事情，把它做好，做得圆满。啊，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啊，自然就有多余的时间观光旅游啊。观光旅游也不是浪费时间的 啊。观光旅游做什么工作呢？做后面两条，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哎，这两条在观光旅游里面成就了啊。般若是我们到处去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了解众生相啊，啊，芸芸众生，他的体相作用、因缘果报，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这是般若智慧。所有一切顺逆境缘，我们接触的时候心地清净，如如不动，禅定波罗蜜，花表六度万恨，净表一丝不染啊。禅宗里面所谓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啊，这是禅定啊。啊，观光旅游啊，是修禅定、修般若，跟一般人那怎么会一样啊？啊，他们观光旅游，换句话回来一无所得；我们观光旅游，定会增长这是真正庄严，这是庄严达到顶端的这个既是代表啊，高兴啊，我们在这个名号里头应当啊如是修学。第五尊，无量威仪身中身，
仪时仪表，为我们世间人常讲的威风啊，风是风度，这个风度啊，令人敬畏啊，对你又尊敬啊，又喜欢，又有威可畏，不敢轻易冒犯啊。啊，无量啊，是指四事无啊，一切事、一切处、一切事项当中，他都能成就威。威仪的内在，清净无染啊！啊，别人怕你什么？怕你的清净无染啊！因为他的心地、身心是染污的啊，看到你身心清净啊，对你很尊敬，又不敢接近。道理在此地啊，第一句德号当中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时时刻刻要保持自己的风度，要成就自己的威仪啊，这样才能够啊教化众生，才能够帮助这个社会转移不良的风俗啊，也就是说，这个威仪是社会一切大众的好样子啊。我们不从自己本身做，如何弘法利生？啊，如何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一定从本身做起。第六尊，最上光严圣众生。光严这两个字前面说过，词地不同的加上最上，他提醒我们啊，智慧、威仪、教化众生的音声，这些事情啊，不可以知足啊！啊，为众生的利益，一定要达到最上啊！我们现在做得不够啊，还要向上提升，不断地向上提升啊！提升到最上，再没有更上了。原教佛果的境界啊，等觉菩萨还不是最上啊，上面还有啊。到如来果地呀，那就最上。啊，你看他这个德号里的用意呀，多深！没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绝不终悔，绝不退转，绝不懈怠。啊，教我们是这些事情啊。这样啊，才是真正名副其实勇猛精进。
所以把这个最上的标准指给我们了。第七尊净光云身啊，净光香云身众生，这个名号里头有香有光，香光一般都是表净土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叫入香光师啊，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的，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啊，极乐世界人身放光，所有一切万物都放光，连大地都放光，这一片光明啊！极乐世界不需要日月灯啊，不需要这个东西啊，永远没有黑暗啊，所以那个地方没有年月日时啊。不但所有一切物相放光啊，而且放相，这是经常都讲的宝相普熏啊，不但普熏极乐世界，而且还普熏无量世界啊，那么我们这个世界能不能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宝香呢？能闻到，西方极乐世界光明我们也能见到啊，只是一些有缘的人他们闻到他们见到了啊，我们没有缘，所以很少见到啊，也很少闻到啊，偶尔的时候一念相应的那个时候啊，见到佛光闻到宝相啊，这个相确确实实从来没有闻过的啊，这个世界没有的，我相信有许多同修啊，在修学过程当中有这个感应啊，有这种体验啊。如果你见到光，多半是佛光啊，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闻到香呢，不见得是西方极乐世界宝香。何以见得？我们在这个地方读经，或者在这个地方念佛，或者在这个地方讨论佛法，偶尔有天神从这个地方经过，他看到了，看到这些行善行善之人呐、天神见到欢喜啊，他一定呢向你致敬啊，他在那站一会或掌致敬啊，他只要一停留，天人身上有香气，所以你会闻到一阵一响啊，时间有几秒钟，也有几分钟啊，他走了，这个香气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乍闻异香啊，许许多多是天人啊，所以净宗啊称为香光庄严啊，这个上面又加上一个净字啊，
诸位，凡是看到见，都是与般若相应，与立四相相应。啊，这个底下一个云字，云的意思是非有非无，啊，亦有亦无，啊，都是表事实的真相。第八尊，守护摄持神众生。所以我们在德号里面看到，凡是与会这些团体，无论是哪一种社团，无论他实现的是一种什么身份，对于庄严道场护持佛法几乎都是相同的。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体验，那就是如理如法的修持，护持的这些神众啊，无量无边啊。就以这个经，这经是六书，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经上给我们说的出席这大众170多个团体，这170多个团体都是菩萨声闻，天神注重啊，每一个团体有一个人来护法，来护持你，你身边的护法神就有170多位啊，这不是当然之理吗？我们在华严会上要看不到这个事实真相，那这个经也就白读了。啊，所以才晓得真正发心修学，你的护法神有多少啊？太多了，真正是不可思议。啊，守护摄持，啊，一切菩萨一切善神发心守护摄持，我们也要发心。我们如果不发心，跟他们就起不了感应道教的作用。哎，你像这每一位这个神的代号，我们念了之后都把它落实到自己，我们跟他就相应了。啊，在世间人讲的心心相印呢，我们跟所有的神众、菩萨众啊，心心相印，他怎么不护法呢？啊，他护我们，我们护他了。我们怎么护他呢？我们照做就是护他。啊，我们依照名号、这个义理去学习，就是护他。彼此啊，互相的扶持啊，不是单方面的。我不护他，他就不护我。啊，我要懂得护他，啊，懂得护他，这个里面字字句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一定照做，我一定学习。我护他，他护我。啊，他落实护持，我也落实护持啊！
守护意思很广啊。我们从小的事情来说，守护修学，我们对修学要认真努力，绝不懈怠，绝不懒惰，要守护啊！守护道场，是道场，样样都能够如理如法，循规蹈矩啊！守护大众。在这个团体里面，无论是轻重啊，轻重是修行的人，念佛堂念佛的；无论是执事，执事是服务的啊，在道场，许许多多的事物需要义工啊来服务啊。